所以说黄蜂美猴神最毒妇人心。你怎么说话呢？我没说你，我说那日本人呢。大崔的死终于让我把这些事儿都联系了起来，这才决定返回。果然在林子里发现了纱布。等一下，怎么了老何？队长，你闻没闻见有股烟味儿？没有啊。怎么了？肯定有，而且不是旱烟。バカ、なぜタバコを？その匂いが森の中で400メートルまでする。一本のタバコは全部台を潰す。気をつけ。少しでも怠らないで。老何，敌人具体在什么位置，你能知道吗？隐蔽。队长，按现在的风向来看，敌人应该在我们左后方。这支部队就是杀死大崔那支部队，那个狙击手也在里面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啊。我们在暗处就好办多了，多厉害的狙击手，老子今天也让他见阎王。队长，怎么打？要打赢这场仗，最重要的是如何把这个狙击手和他的部队分开，只有这样我们的胜算才会很大。嗯，队长说的没错，这个人不是个普通的狙击手，我跟他交过手，很有心计，而且控制力很强。我们怎样才能吸引他呢？老何，队长，顺着林贝的思路，我觉得一个出色的狙击手最吸引他的应该还是他的对手。老何，嗯，你能引走他？嗯，只是老何要承担很大的风险。这不算什么，这支部队的人数肯定不多，要不然上次交手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追击。我觉得这是一支擅长伏击的部队，既然这样，咱们就给他来个反伏击。猴子，你在捕食蜜远的地方布置鬼雷，一旦敌人进入伏击圈，马上引爆，吸引敌人注意力。老何、王勇，你们还是用那招，按照心率同时开枪，只有这样那个狙击手才不会马上判断出老何的具体位置。你们一撤离，不管他往哪个方向追，背后都有我或者林贝。注意，行动第一枪由老何来打，老何枪响代表开火的命令，都清楚了吗？清楚了。好，准备行动。是。二つの小隊を用意、一隊四人、出発。はい。君、君、君、あ、君、出発。遠いところを気にしないで、スナイパーを気をつけ。こっちだ、こっちだ。少佐、どういうこと？二人が同時に射撃したんだ。スパイが二人？
八个。兄弟，你看见了吗？哥给你报仇了。队长，顺利吗？顺利。什么时候开始叫队长了？你不乐意啊？乐意，乐意。好了，补充武器，检查他们身上有没有食物，休息十分钟出发。林北，我们大概还有多久能到日军大本营？大概两个小时左右。好，天黑之前一口气到达。是。是。指挥中心在这儿，最高长官是长野，这里就是生物武器实验室。生物武器肯定在这个实验室里，但是这里戒备森严，连一般的中队长都无权进入。那我们就想办法把长野抓了，用他当人质，咱们逼小鬼子把生物武器交出来。日本人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，许多人都选择放弃自己的同伴。如果我们抓了长野，一旦他们选择放弃长野的话，我们就毫无退路。这仗怎么打呀？队长，你说呢？同志们，这很有可能是我们大家相处的最后一个晚上。红鹰突击队成立的时间不长，但是我们相互之间都亲如兄弟。现在我要考虑的第一件事，如果我们失败了，必须要有一个人活着回去，把我们所掌握的情报汇报给团部，为即将展开的大规模作战提供点帮助。这个人选，我建议王勇。我不同意，队长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我们的任务是接应林贝，你想把这个机会给他，但是现在情况变了。我之所以选你留下，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林贝对这里情况最了解，要完成这个任务，不能没有他。第二，单兵作战能力你强于林贝，一旦跟敌人碰上，你活下来的可能性更大。可是，队长，王勇，我觉得队长的决定是正确的。队长说的对。好，下面我安排一下我们的行动。老何的建议给了我提示，我们是要抓一个人做人质，但不是长野，而是日军研发中心的指挥官松田石根。他是研发中心最高指挥官吗？他是日本很有名的生物学教授，也是这里的总负责人。那就抓他。
我和林贝负责这里。老贺，嗯，猴子，哎，你们尽可能掩护我们进入日军军官宿舍。是。王勇，你负责外围接应，一旦有情况马上撤离。队长，执行命令。是。按照时间来推算，不管是否成功，明天都应该有结果了。附近老百姓转移问题安排得很顺利，大家也很配合。哦，大规模作战的时间也下来了。这么快？对。好啊，管他什么武器的呢，咱跟这帮小鬼子硬碰硬的干一场。真希望我的红鹰突击队能安全飞回来呀。二四三，队长，老何为什么要在他的子弹上刻上十字啊？那是他多年的习惯了，这么做会加大子弹的杀伤力。没看出来啊，老何外表长得那么粗，对打枪却有那么高的要求。是啊，老何年轻的时候为了让老娘有口饭吃做过土匪，后来娘没了，他却做了义勇军，前后打了不下几百场仗。他媳妇也是我们战友，有一次老何一枪失准，没有打死敌人的狙击手，结果他媳妇就替他挡了一枪。从此以后老何就变得沉默寡言，但是也多了一个习惯，每一次机会，每一个子弹，他都会做好充分的准备。原来是这样，红营里的每一个人都与众不同。是吗？队长，我有一个要求，你一定要答应我。什么要求啊？我要正式加入红鹰突击队。为什么？归属感，这里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。那回去再说吧。我们一定能活着回去，我相信你。行动。小伙子，你知道噻？我也看到了徐老师的阿呆，是不是你两年不到了？わかりました。すぐ行きます。我们进房间等。
看看。最近哈吉勒军が活躍したが、ちゃんと気をつけ。はい。一体誰が探してる？僕も知らないんです。お前誰？别动。あ。お前か。问他能不能配合我们。他懂中文。松田，这是我们八路军红鹰突击队队长方向，他说的话你都听清楚了。方先生，我们可不可以做个交易？什么交易？我知道你曾经杀了很多的日本军人，你现在的任务只会让你死得很惨，只要你做一次选择，也许这一次就会改变，我会为你保守这个秘密。说完了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生武器在什么地方？哼，我真佩服你的勇气。不过，你们一旦落入我的手里，我保证一定让你们痛不欲生。哼，松田先生，我之所以听你说这么多废话，其实是我在拖延时间。我的炮兵在等待我的信号，他们随时准备火力覆盖这里。无知！你们中国人真的很无知，你们根本无法彻底消灭我的细菌部队，因为那些生物细菌根本就不在容器里，而是由一些老鼠、蟑螂、跳蚤携带着。就算你把这里占为平地，那些老鼠和蟑螂也一定会把瘟疫传播出去。皆さん、車を移動させろ！真正的无知是你，是你们日本人。刚才那么说是因为我不知道武器在什么地方，现在我知道了。
长，雷布好了，撤吧，走。